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甲、乙、丙三人各有糖果若干颗啦。我假设甲有 x 颗，乙的话 y 颗，丙的话 z 颗啦。要求呢互相赠送啦哈，先由甲给乙跟丙，所给的糖果数等于乙、丙原有糖果数。好，就是说哈，甲的话给他糖果，给他糖果的话呢，是他原有的糖果数。就加 y 了，啊，给丙的话是它原有糖果数加 z 了，那它的糖果就少了什么呢？少了 x 加上y 加 z 了，少了 y 加 z 了少了这个是 y 加 z 了啊。好，然后呢再来哈，依法哈，在由乙哈给甲丙现有的糖果数啦，好，再由乙啊哈，乙的话呢给什么呢？给甲跟丙原有糖果数，也就是说哈，他的话给他什么呢？给他原有糖果数的话哈，再乘以二了哈，乘以二，那给他原有糖果数乘以二。那、啊、就要减掉多少呢？减这一倍嘛，一倍就是 x 减 y 减 z，它减掉多少？减掉这个一倍，这2z 啊。哦，那现在的话呢，整理一下好了，这个现在是等于多少呢？4z。那、啊、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 2y 哈、哦、减 y，就是剩下 1y 了啊。啊，这个 x 的话是减 x，那、啊、z 的话负得正，哦，这个是 z 减 2z 就是减 z 的，消掉一个嘛，哦没有，这是 3y 哦，这负得正，这 3y 啊，哦负得正 3y，负 x，这是负得正，负 z 没有错，所以这是负 x 哈、哦。加 3y 减 z 啊，那、啊、这个最后多少呢？这个最后是就是这样子啊，两倍的 2x 哈、哦，减掉呢 2y 减 2z 啊，哦，最后的结果，然后再来的话哈、哦，它的话哈、哦，再给它原来的糖果数，也就是说哈、哦。现在的话呢，就变成多少？变成是两倍的哈、哦，负 x 加上 3y。哎，我把它写在这边好了，写太长了。变成多少？两倍的负 x 加 3y 减 z。那这个变成多少呢？变成是两倍的 2x 减 2y。减二 z 啊，对，两倍哈，那、啊、这个变成多少？变成是4z 哈，减掉多少？减掉这个一倍，负 x 加 3y 减 z，那、啊、再减掉多少？这一倍，两倍的 x 减 y 减 z 啊，那最后呢？好。然后呢，他说吼，互剩后每人恰好各有64颗了，也就是说这个最后是64颗了，好，这四倍的哈，这是 x 减掉 y 减 z 哈，这是最后的结果嘛，最后结果这个是64颗，那、啊、这个也是最后的结果，这最后结果是两倍的负 x。加 3y 减 z，这也是64颗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最后的结果多少？这个的话，我们看 x 负得正是正的了。哦，啊，这个是负的，这是负 x。那 y 的话呢，是多少啊？这负3嘛，哈，负3，负3加2，这是负1，负 y 啊，负 y。然后 z 的部分呢，
这个是四加一啊，四加一嘛，啊再多少？再加二，七呀、啊，啊七，加七进来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是负 x 减 y 加七进，这也是64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给它整理一下哈，两边除以4啊，这是除以4是16，哦这是16啊，啊两边除以2，这个是32，好，那我现在呢开始解方程式啊，我就给它呢一减，我把这消掉一减哈，这是 2x 减 4y 等于多少？一减的话呢是等于那个负16了啊。然后呢这个哈，这个我把它乘以的话呢，把它乘以那个7好了，把它乘以7加下来，乘以7加下来的话，这个变成了 6x。七，变成了八 y 啊，八 y， 那这个就消掉了，等于多少？乘以7嘛，哦，七加进来，16呢乘以7哈，六七四十二即4嘛，一二哈加上64，176。176，好，那再来，再给它约分啊，这是212，2得4嘛，286，这是223得6，24得8，286，哦，算慢一点好了 ，x 哈减2y。等于负8，3x 减掉4y 等于88啊。那我现在呢给它乘以2，乘以2的话减上去了 ，x 等于多少呢？88加上16，104。我们看有没有做对，甲的话104哦，没有做对了，哎，没有做错了，甲的话104颗，那乙的话哈、哦、，y 带这个好了，就2y 哈、哦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 x 104嘛，啊加多少？加8，这是等于112。那所以 y 等于多少 ？y 就等于25得10，262。乙的话原有56颗了，也没错。那丙呢？丙的话呢就是进嘛，比如说我带这个好了，进呢就等于多少 ？x 104减掉 y 是56，然后的话哈。这移过来，再减掉16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104哈，减掉多少？12，72，23，32颗。哦，记得话哈，丙的话有32颗了。